哇塞，太漂亮了哦！蜗牛船长。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我是 Alan。 我们今天要去的秘境呢，也是一日秘境。这个地方离高雄很近，我们现在在台南安平这边，这里叫做台江国家公园，它是一个湿地生态。我们今天要用 SUP 的方式去接近这个湿地生态。以前其实我来过，你来过吗？没有，我完全没来过。以前比较有名的就是坐那个观光船、观光筏进去绕一圈。刚刚有听说那边是属于另外的 BOT， 就是有管制这样，所以我们 SUP 的人的话会在其他地方，但是也蛮美的，因为这边号称是台湾亚马逊。今天就是要谢谢我们的朋友 Jimmy， 他们有在带团，好像叫 Breakaway。好，等一下去确认一下。等一下听错就完蛋了。好，Go Go。好。你这个就是屁孩。对，走了，还船了。今天要谢谢 Jimmy 带我们来包场。哎，假日会蛮多人吗？假日还有那个观光管吧，就会比较拥挤一点点。哦，对，那我们出发啦。这双子流吧，都一样。救生衣是好看的救生衣，怎么不用拍你穿救生衣，结果不拍你就直接穿错？没有，我一直在扣这个，结果这头忘记塞进去。你是有另外一颗头在这里吧？双头龙。对，是淡水还是海水啊？半咸蛋。咸人哦。现在这样远远看过去啊，可以看到一栋黑色的建筑物嘛。黑色建筑物前面有一个绿色的那个红树林，我们要滑到那边去。你看今天的水啊，现在已经淹到这里，现在是最满的时候。最满的时候就是会像这样，你看，就是整个都淹到沙滩上。因为这边涨退潮很明显，如果你退潮的话，就很容易我们的裤啊会触礁。好，上船，出发了。哦，现在有一个天空之镜呢，连水面太平。我们要到亚马逊入口了。台版亚马逊入口好几个，要往哪一个？正前方这一个，有建筑物这一个。不能随便去，不然你会卡。好哦，是你在前进还是我在后退？应该是你们在前进吧。我们来到入口了，这个是观光的筏。可以让游客登上去看以前人怎么捕鱼。蜗牛要坐好哦，不行哦，坐好，不行，很可怕呢。坐好。喜不喜欢这里啊？好漂亮哦！我没有想过我会在红树林下面乘凉，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。因为不可能这么靠近，如果你坐观光筏的话，就直接哎吹个风，然后走马看花啊，这样比较有。入森林的感觉，说不定等一下会遇到一些鳄鱼啊、蟒蛇之类的。没有啦，没有鳄鱼。可是有看到很多拳头大的水母，这么大哦。跟吉米出来还有摄影服务，你拍好多照，最开心。求生的螃蟹，哇，它掉下去了。Jack， 哦，这个天空之镜啊。天哪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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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太漂亮了哦！现在这个才是入口，我们玩了老半天，又玩了半个小时以上才到入口，一直狂拍照，很适合初学者练习。因为我们今天运气也比较好，遇到没有什么风浪。哦，你可以滑进去。好，说等一下右转是最漂亮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进来到这里了，哇！而且这边没有外面那些平房，
整个就是被这个树林包围，没有平房，没有道路，没有什么钓鱼的蚵棚啊之类的，全部都在这里，全部都是自然。天空之镜隧道，漂亮耶。对啊，前面的树上面超多鸟，哎，鸟 ，Hello， 你好啊，还行吗？这是你从事最多的板类运动了。对啊，我好像没有什么板类活动，我都比较适合一些老人的活动。难怪会被叫阿伯大叔。哎，不要乱讲。啊，这样就很悠闲啊，不是很好玩。那边是我们刚进来的入口啊，这里有一区，这边很适合吃那个漂浮早餐呢。对，睡洞睡洞，一直在睡洞。吃什么？你们吃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要带我吃什么？鸟。好美哦，现在就是天空之境的最高境界了。有没有觉得自己板类运动有更熟悉一点？当然是有天分的，有天分。不要抢我的食物。下面有的水母很大颗，哎，多大？比一下，两个拳头这么大，有超肥的。那如果把它拿起来会怎样？还跟你说龟缸哎。好想听他讲两句。少年呢，我应该教你无弯无球哦。龟缸哎，卖搞我头发掉。哎，我们出来了，市草大桥就是我们刚刚下水的地方，现在要回去了，觉得很不错哎。平日这样子完全没有任何干扰，如果假日的话，还会有观光的船，也有可能会开进这一条，这个叫什么？那个秘境隧道，自己取好了。这样平日 OK， 那我们回去吧。冲啊！回岸上，回岸上，冲啊！回来的时候有点逆风，逆风高飞啊！哦，你最不乖，你最不乖。你好吵哦，一定要下去。哇，太好了吧，还有准备淋浴的，舒服。现在我们要去吃饭了，我们要去安平吃一间阿茂面店。茂爸的店吧，不要乱讲。阿茂。茂爸的店啊，阿茂爸的店，只是好渴哦，先喝饮料。好 ，Go Go！ 哇 ，Lobby， 撸起来！泥土。吃饱了，他旁边有说故事，就是茂爸，他以前真的叫阿茂的店，后来改名叫茂伯，后来又变茂爸，结果他三个名字都讲对。Yes。误打误撞，误打误撞，不是有逻辑的。那今天谢谢 Jimmy 带我们出去。耶、yeah ！如果有想要参加
行程的话，也可以参加这个。对，那那一边是有。对对，这个店名要讲出来。啊什么？哦，对了对了，叫做麦克威。麦克威，你要有朝气啊！麦克威，麦克威，市场，麦克威，台江，麦克威。好大。哎，傻眼了啦！整个航道有些地方浅，有些地方深，或是有流，有人带就比较好。如果找居民的话，就什么都不用带，带水人就带就好了嘛。SUP 什么都有，救生衣都有，在市区旁边就可以体验这个活动，而且还蛮适合新手的，不错玩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们去 SUP 下去的入水点的前面一段路，旁边房子超漂亮。哦、对，安平的一些高级住宅真的蛮厉害的。欸、其实我真的有时候会特地到过来安平这边看一些透天设计，很漂亮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对，就这样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欢迎收听绕野孩。然后我们有开会员频道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支持我们哦。拜拜。麦克威。